有没有其他那种随身碟啊？你平常使用的都没有。对。边缘警上门，把电脑收拾好，再检查存款账户。这位被搜索住处的民众就是自己人，衣架上还挂着几件警察制服。个性比较那个平顺，很惊讶，您是警察，那这样涉及这样的事情。同仁难以想象，一起执勤的曾姓员警年约30出头，已经结婚，过去曾在归仁分局交通队任职，却爆出他在这段期间涉嫌收贿，利用警方小电脑大约个资卖给当铺业者。发现其查询电脑系统记录异常，已有泄露民众个资的情势，那本分局先行取消增援系统查询个资使用权限。分局在去年8月内部稽查发现，曾姓员警利用职务之便，大量调阅民众车籍和行车记录，转卖给翁姓当铺业者，每笔收取3000到10000元，半年来收贿25000元。翁姓业者供出有2位员警涉案，因此有4人列为被告。9号侦讯时，曾姓员警和当铺业者涉嫌重大，遭收押警戒。曾姓员警他有跟这个翁姓的当铺业者配合那帮翁姓的当铺业者查询这个权利车或流荡车的车籍资料跟车型记录那目前掌握到收贿的金额大概是25000元左右为了25000元，警察工作丢了，还吃上贪渎罪名，真的亏大了。曾姓员警不止被法院裁定收押，台南警方火速把他免职。而4位被告当中，2位员警在讯问后请回，检方还要持续追查有没有其他员警涉案。 TVBS 新闻顾守昌、宋家娟台南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